你们这些人，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武馆的牌子？把你们馆主叫出来，我们馆主病了，他不在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我要杀他，放肆！ 带个口信给你们馆主，沙烂彪来了，明天清晨，我在清水坡等他。那里有现成的黄土，我要给他堆个坟。 听我一次话，明天你不要去了。我跟沙浪彪这笔账早晚要算的。既然找上门来了，算清楚也好。可是。 可是你正在病中啊！我自信还能对付得了他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跟那个姓沙的，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何必逞强斗狠呢？忍一时之气，可以避免灾难呢。灾难？你是说我会被他打败吗？ 我是说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。5年前，他强奸镇长之女，是我把他抓进牢房。当时，他曾扬言，出狱之后，要取我性命。
彩云，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我梦见有个人在小河边追杀爸爸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彩云，以后在睡觉之前要平心静气，不要多想，就不会做噩梦了，知道吗？嗯。明天爹要出去一趟，说不定在外面多住些日子，你要乖乖的在家里陪着你妈。嗯。萧关主，昨天失礼了。哼，你这帮徒弟像豆腐一样，你是怎么教的？你的目的是要找我算五年前的旧账，我明白。哼，那是一回事。还有，你自以为武功高强，把我旋风腿不放在眼里，所以趁我生病的时候向我挑战。卑鄙！哦。你是说，如果你不生病，我一定会败给你？当然。好，就算我卑鄙，趁你生病，那要看你的功夫够不够。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。
Thank you.
受了惊吓引起的。一般的梦游症只是在睡梦中走一走，可是彩云的病却不是这样，很难下药。歇两天再赌吧，啊！哎，不用，你死了！好，啊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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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不是他？对，就是他。前几天你打伤我多少兄弟，今天绝不让你上。彩云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你又伤了两个人。不知道。这怎么得了哦？十天之中死了六个，打伤了十一个。一到深夜你就像个凶神一样。这是得的什么怪病啊？阿弥陀佛。法广师父，彩云见过法广师父。小夫人，
贫僧本来打算明天到府上拜访，真巧今天你们就来了，是不是为了彩云的病？法官师父，你知道彩云生性柔顺，心地善良，可是自从他爹过世，每到夜晚从梦中惊醒，就像凶神附体一样逢人打杀，第二天醒了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，求师父救救他。夫人安心，请先进香，求菩萨保佑。很多的书你要看，嗯，自己去拿。师父，彩云怎么了？彩云身染重症，汤药医治已经无效，因为它是一种心病，是受了高度刺激而产生的恶性梦游。要使它的病好，就要先平其身，静其心，收野性，消杀气，所以我把他关在地牢里。贫僧这样做是为了彩云，也是为了夫人。师父，你要把他关多久啊？我想要两年吧。
云，妈，孩子，不要心焦，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，忍耐一段时间啊。妈会常常来看你的，法广师父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啊，乖，听话啊，我回去了。功已成，我真为你高兴。练武，首先，你应该记住，拳道与人道的真谛，切不可凭你自身武功高强任意伤人。你的雪花纷飞，足可置人于死地，不到必要时，绝不可试用。报复仇，我不该阻止你。我所担心的是，你的武功恐怕不是沙浪彪的对手，他的铁脚穿心相当厉害。徒儿凭雪花纷飞有信心战胜。你这次参加新平县的比武大赛，试试你的武功也好。
不过在比武场中，各省的高手云集，像玄风掌雷雄、铁猴子武建广、六合神拳童海川，都是名震江湖的强人。如果你能够将他们一一击败，才能去会仇家。徒儿愿去一试。紫巾象征着慈爱辩证，你放在身上。希望它带给你好运。是萧彩云吗？嗯。两年前你无故打伤我弟弟，该怎么办？那时我身染梦游恶症，请多原谅。哼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新平县狱查匪徒沙浪镖一员，暴力成性，自持武功高强，竟借此作奸犯科，骚扰乡里，罔顾法纪，本县为民有责，不容奸鬼横行，意拟重金礼聘武林高手，剪除该徒，绳之于法，以仗本县安宁。乃则本月即日假县府广场举办比武大会，以武论才，其拔得头筹者，当批予擒匪重任，并增奖金大洋500元整，以资激励。敬弃武林正义之士踊跃参加，特此公告周知，兴平县政府，起。明儿上午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童海川。童海川。是不是六合神拳那个童海川？是。哦哦，好好好。明天上午到广场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萧彩云。萧彩云。明天上午到广场来啊。海川，不要为我的病着急，你只要一心练武，我就高兴。我知道学成高深的武功是你的志向，武艺等于是你的生命，我不愿意你为了我放弃练武。有几次你为了我想放弃练武去做低下的工作。你不要再说了。
寒川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你对我好。自己的妻子都没办法养活，生病都没钱请大夫，我真没用。这不怪你，你已经尽了心了。阿娟，你再等两天，我去参加比武大会，若能得胜就有奖金，我一定要医好你的病。谢谢你，海春。铁生，生生汤贵宝钱新万，
滚走。海川，萧彩云，今天时间已到，明天正午再决胜负，胜者可得奖金500大洋。萧彩云的那招雪花纷飞，确实厉害。明天午时跟他决斗，战胜他的成分不多。阿娟病又那么厉害，怎么办呢？大夫来了没有？他不肯来。为什么？他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上次欠他的钱还没有还，还了钱以后才肯来。什么？
哥哥，明天的奖金拿得到吗？怎么？肖彩云的武功相当厉害，很难战胜他。肖彩云，我就是，有何指教？我是为了明天比武的事来求你的。求我？嗯，希望你明天不要使用雪花纷飞。我听不懂你的话。你是六合神拳童海川的妹妹，因为我嫂嫂病得很重，必须要一笔钱医病，所以求你明天败给我哥哥，让他得到奖金，救我嫂嫂一命。比武场上各凭武功，公平较量，怎么可以私下商议？再说六合神拳童海川名震江湖，竟为了500大洋奖金让他妹妹向人求怜，难道他不知道羞耻？我到这儿来，我哥哥并不知道，请你不要侮辱他。只是那笔奖金对我哥哥实在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才来求你的。小妹妹，明天的比武对我而言也极重要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。海川，大夫不来就算了，你千万不能为我心乱。今天比武，我的招数很乱，明天对肖彩云，我没有信心。不要为我的病烦躁，海川，明天对你很重要，不能分心。你知道，你那套六合神拳早就名震江湖，我对你充满了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人。早点睡吧，养足了精神才能在比武场上发挥你的功力。我心里不安。海川，不要心烦，专心去比武。哥哥，你昨晚一夜没睡，精神够吗？不要为我担心，在家好好照顾嫂子。Hey!
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拦路刺杀？对付冷酷无情的人有什么道理可讲？你好无理，跟你这种人讲理简直是对牛弹琴，你不懂。你是怪我不答应你哥哥的要求？哼，所以我要误你比武的时间，让我哥哥不战而胜。小妹妹，你可知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？为了杀父之仇，我不远千里而来，就是为找沙浪镖，所以我必须战胜所有的人，才有机会跟沙浪镖交手。现在我也学你一样的冷酷无情，说什么我都不听。你休想赶去比武场，来吧。你居心跟我为难，那就别怪我不再容忍了。Yeah.
得奖金500大洋。你家有病人，这笔奖金可以救急，请你收下。救人要紧，不要多想其他，快拿回去吧。啊，谢谢。奖金我得到了，可是已经等不及离我而去，是不是我的奖金来得不光荣？阿娟，为了要治你的病，我才接受了这笔钱，现在你去了，我会把这笔钱还给他。哥哥，他不是受了伤，误了比武的时间了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妹妹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原谅我。同兄，你在干什么？彩云姑娘，这个钱我用不着了，还给你。请大夫不是需要这笔钱吗？他等不及，已经去了。同兄，这是命运，你不要太难过。彩云姑娘，盛情我心领了，可是我对你很抱歉。抱歉什么？舍妹年轻不懂事，竟做出了卑鄙的事情，今天我特来向你道歉了。他的用心良苦，我不会怪他的。谢谢你，彩云姑娘，你在这儿还要待多久？说不定直到我手刃杀父仇家沙浪镖为止。哦，你要找沙浪镖？嗯，听说沙浪镖跟海记赌场里的人有来往，你不妨下封战书给他，
一个人去找他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凭雪花纷飞，我一定要置他于死地。为铲除恶魔，彩云姑娘，我与你同行。是不是要换钱？打听你一个人，有个叫沙浪彪的，你认不认识？好，找旋风腿沙浪彪啊！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他。啊，交给他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再请你带个口信，明天是他的死期，今天晚上要他把遗书写好。啊，拜托了。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。对，两年前你砸了松亭武馆，又杀了我父亲萧玉祥，血债血偿。你是萧玉祥的女儿？不错。他是什么人？六合神拳童海川，为正义除暴。好，既然来找死，我就成全你们。
相助，彩云不知如何相报。为地方除害是练武人应尽的义务。彩云姑娘，你复仇已报，心愿已了，是不是就要离开此地？打算明晨动身。我有个冒昧的请求，不知你肯不肯答应？什么事？你说吧。阿娟生前对我苦练武功，满怀信心，倍加鼓励，在病床上。 仍念念不忘比武的事。可是那天在比武场上，由于我求胜心切，招法散乱，以致败在你的手下，我愧对阿娟一片期望。所以，求你在阿娟灵牌之前，再和我比试一次，以为我的亡妻。 阿娟在天之灵。我答应你。好。
逢凶，我输了。不是你让我的。怪我吧，过去的事把他忘了吧。嗯，同兄，这次承蒙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啊，不要这么说了，请保重。告辞了。啊，保重。